大同路中队却接到了报警，说在某酒店一对新人及亲属共八人被困在电梯里了。我们接到报警后迅速出动了两车，一共是12名官兵且赶往现场。到达现场后，我们跟报警人员沟通联系，了解到是新郎新娘还有6名的接亲队伍被困在4楼的电梯里面。在现场，电梯门紧闭，电梯内的新人及亲属十分着急，消防官兵立即展开救援。我们到达4楼以后，利用破拆工具，经过10分钟的努力，将电梯的门打开。对，把里面的，我该出来，出来。出来，要紧人柜里边了，快点，快点，走走走走，从主楼梯下，先下。由于救援及时，婚礼如期。